男生刷一排好不好？哦，这首我会唱，这个可能要留给后面的男生演唱。男生唱这首歌曲比较霸气，兄弟啊，会不会？陈泽，有人点唱兄弟 ，OK， 这个兄弟的红包已经准备好，所以我把这一首歌转交到后面，好不好？那接着我想带来一首大家熟悉的一首福建老歌，哎，这首。 四季红，送给大家，祝愿您四季平安。<音樂>自己回家真好，谁人是老爹娘，我有的是要对你。 真的、哦，他都敢，真的、哦，欧力有和声呢，哎呦，欧力有一下子被他吓到，哎，怎么突然有个声音？所以大家对嘛，他的节奏对嘛？对，啊对，因为过了两年，他还是节奏还有在节奏上，哦，还有两年训练，还有在节奏上。有，他每天加德西啊，有听歌的。啊，是吗？啊，他看歌台，你们唱他的二。那你 Daisy 开的那个 Radio 开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一起二？没有二，有三啊。 有在歌台训练过，就不一样。真的，他是极致，很极致。是是是，对不对？两个司仪，你一直跟他讲，你有跟我讲。因为他一直跟我讲吗？我没有跟你一直讲哦，我站在对面，你一直跟我讲。对啊。他真的有跟翁立勇合过。对啊。他真的，他真的有跟翁立勇合过。是吗？我可以做证人做。也是在义顺，对不对？是。 自从他跟翁立勇就合音啊，对不对？哎，翁立勇很久没有来新加坡了，他不敢来，他没有来是因为不可以来，他不敢来，因为不可以来。两年吗？是是是是，真的不可以。厉害厉害！哎，刚才有人点歌是吗？点什么？点什么？点
兄弟的歌曲来一首，哦，兄弟的歌曲啊，可以可以可以。演唱兄弟。好。然后他红包已经准备好了，我看他摸出来了，但是无功不收禄，对不对？我说你红包其实都等。哪一个？我没有唱吗？哪一个？你跟我讲，穿的比较性感的那一位大哥。哪一个？来，穿还有性感的，还有性感的，胯下有露肩膀，对不对？露肩膀的。啊，露肩膀的。兄弟。 好，等一下，兄弟，你到了，找我郎子，找我郎子，你看，他入乡随俗，他就知道远景来这上海。你看他最近呢，他才他唱那首福建歌，哎，这首是怀旧的台湾怀旧的金曲，哇，你都唱了，真的，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四季红，我看你都不会唱，你好，跟人那么了解我，你。你开玩笑。我帮你唱歌牌，能歌的好。什么歌？四季红。福建歌。四季红，对。四季红。你这阵起来，刚才讲你调，这首是福建歌啊。我你讲什么歌先？四季红。我唱的不会了。来，我很多歌都会。没有这首，这首。两句，两句。Music。Ladies and gentlemen，陈哲，四季红。 快，不等了，是就来了，你无唱的啦。做工做工来二嘞，他没有二，你不会唱对不对？这首歌哦，刚刚好，我不会。真的，很多福建歌我都会的，刚刚好这首歌只有这一首不会，对不对？这首歌不会，你剩下丢什么歌给我都会的。Confirm，Confirm，Guarantee。OK，一讲的啊。 作证人啊，来，你讲这首歌伊袂晓，青菜丁一首歌也好，来，让我们这边的朋友，OK， 所以，选一首歌来，我不难为他，等一下 ，OK， 所以啊，两句就好，爱情的力量，唱，这条歌，红的歌，嘟嘟好，我一礼拜前哪里学，还袂学识。 过来，老师来个FK呗，老师FF。有些人好像想要表现，真的，表现。怕过单身，小猪的有时也会变英雄。爱情的力量，英雄也会为情来悲伤，为情来悲伤。 情来欢笑，孤单前途笑，英雄人人笑你无路用。谁人无理想？谁人无理想？谁人无可中？谁人无可中？烈日痛苦在心中，提出勇气搁在胸。 西北好练呐！啊，昨天你看呢？当今啊，这COVID-19 啊开放了啊 ，is open already。哦，实体歌台已经来了。如果你不要再发表现你自己的话，坦白讲，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就靠后站了。真的？对不对 ？Now you speaking English？ Yeah，no， 没有英语，讲华语。OK 啊，下领段 English how to say？ 啊 ，Yes。 Must translate. Hey, shoot me, shoot me. Yeah, you go. You know how to speak Amor. Chia Ling Duan, Amor, right? Yeah, well,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huh? Yeah, it's not very good, it's very good, very, very. Good，很多人不知道。哎，远景在上海的时候，是，他是一个英文的补习老师的。哎呀，卖肉亏嘞！不是卖肉亏，外才要练代志，来过来，真的，他英文很好的，真的，他真的是一个补习老师，是，教英文的，是，教到没有路走才来唱歌的。滚，不要。 是啊，记得就是跟立新娱乐制作统筹奖，以后不要用它。怎么了？不是，他英文很好的。没有，我要秀一下。OK，你不秀啊，秀一下，证明他英文好。OK，Go。蔡林端，起步。这样。你是谁？
下了一段。哎哎，等等，你叫人去死，没使叫人去死的。我下下下零段，刚才我已经讲了，我已经讲了，我已经讲了下零段。下零英文，刚才不讲英文吗？外英文。啊，你们讲的 OK 下零段。下是对吗？是是。华语就是红的意思，对不对？是是是，是不是赤的？是是红，赤就是红。是是是。Red red， 零 red zero， red zero temple。恰蛋蛋蛋蛋蛋蛋 ，red 掉。哎哎，阿姐来来，不能走，阿姐阿姐。你脑壳较好，你会按摩底啊？我都要给你搓一下。零啊，那个零啊，不是 zero。啊，那个不是 zero 的零，灵光的灵，按照讲 ，ho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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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d holy temple， 近朱者赤 ，hollywood，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要再扯下去了 ，OK， 考你的英文，他的英文很好，来，你用你流利的英文告诉大家今晚的赞助商三个名字，等，等一下，恐慌嘛。你讲一句，我们大家兴旺话，因为三个头家啊，不好过大啊。头家，你那个搞一节温正啊，麦等你啦，一百八铺。排名不分上，考一考他的英文。OK， 英方话 ，Private Limited。Hang on， 话啦。Second one， Call You Construction。Hang on， 话啦。Construction Private Limited。Hang on， 哇啦，掌声鼓励鼓励！哇，你看，哎呀，阿毛偌好嘞！还有呢，还有最重要的赤灵坛黑王法要。No， you must use English。Red Holy Temple， Red Holy Temple give you everybody。Hello， Red Holy Temple give you everybody。No， 车灵坛，No， zero， 我知道 Holy， 你去死，你走啦 ，Holy 掉。Red Holy Temple， 轻啦。Red Holy Temple give you， Red Holy Temple give you good health， good luck， many money。我跟你讲，叫我，陈志伟，下摆你卖叫我来做事宜，你会使我来做事宜，但是卖叫错来唱歌，会使无？安怎嘞？你好，你等不等就买你买嘛？好了，够了，够了。你买你买对的呀？够了，够了。听安话，阿忠哥。对，哈。听安话，听安话咯。听啊，听嘞，听安话。听安话。No， hang is lucky。好 lucky。听安啊。安 also lucky。lucky。What also lucky？哎，啥意？可能不是 lucky。小伟，俺们三样，三礼拜的 lucky 吗？听是 good luck 嘞。对吗？听是 lucky 吗？哦，不是 lucky 吗？换，不是 lucky 吗？别 ，OK， 有三个字，叫他讲英文出来，也都祝你，也都祝你，请爸爸先祝你 ，OK？ 有的，你那里看，你看有一个 ，You don't scare， You don't scare， You don't scare， 这三个字大声告诉我们英文字怎么样念。你肯什么？安卓公，我没公，安卓公，你肯定会讲的 ，OK？ Come here， Come here。陈志伟阿摩那讲，陈志伟啊，陈志伟 English 啊，陈志伟 No， 陈志伟，陈志伟吗？丹志伟，那意思 Hokkien， No English， 是什么意思在嘞 ？English 丹志伟，什么？丹志伟，什么叫丹志伟？丹志伟，丹志伟，哦，丹志伟啊，啊，他丹志伟。我不是丹之外，要阿摩名咧 ，Aaron 丹咧。你叫 Aaron 是叫郭富城，你叫陈翔子嚟啦。哎，厉害啊！叫再个陈志伟，叫 Aaron 丹，掌声鼓励鼓励。有啦。OK，Thank you very much。OK。Thank you。要肯定第四个好唔好你？要 OK。OK， 那你个稍微厉害，不叫陈志伟，叫咁丹之外，攞 Aaron 丹而暗嚟。I tell you now啊。